信受演说金刚经的功德，也就是说啊，我们讲金刚经已经讲完了，如果能够啊相信他接受他，而还能够啊说给人家听，功德是有多大。这个下边呢就条例举出来，一共啊分为三个段落。第一，尽信的功德，就是清净的来信受他的功德呢是怎么样。我们一共两段呢，其实很容易懂的。一，如来灭后后无不遂，有持戒修佛者，以此章句能生信心，以此为实，当知世人不以一佛二佛三十五佛而种善根，以无量千万佛数种诸善根，闻此章句乃至一念生净信者，须菩提，如来悉知悉见世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。这是说什么？这是说在佛密度以后的最后五百岁，也就是佛密度以后分成三个五百岁，就是一千五百岁，那么后五百岁就是第多少岁啊，从一千岁开始，1001岁，对，1001岁到1500岁，这个时间呢，假如还有人对这部经呢能够啊相信的话呢，那他的功德是很大，他已经呢在许多许多的佛之前呢坐下呢种了善根了。这个如来知道这个人呢有无量的福德。我们离开释迦牟尼佛涅槃呢已经2500多年了啊，我们如果相信的话那功德更大，对不对？离开佛更远了吗？所以我们的善根都是了不得不得了的。但是是不是信呢？信不信啊？信，那我不知道如来怎么说了，我说你有无量功德。第二段，若有三男子三女人，以初日分以恒河沙数生等生布施，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生布施，后日分亦与恒河沙等生布施，如是无量百千万亿计一生布施。如果有人闻此经典，信心不逆，其佛身彼。哦，这个，这个很绕口的哈。其实就叫我们呢，就是说，如果你身体来布施哈，以无量无数的身体来布施给众生，这个功德实在是很大了啦。但是跟什么人比啊？跟一个人听这部金刚经啊产生信心，你功德要比那个功德更大，这样懂吗？好，下边讲发布施的功德要比啊财布施的功德更大，发布施的功德要比拿我们的身体去布施的功德更大。第一，看一看啊，若人满3000大千世界七宝，亦用布施。如复有人一次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其佛身彼。这个说，这3000大千世界的所有的一切的宝贝，也就是说3000大千世界全部都是宝贝，什么宝？七宝来布施。但是另外一个人呢，就是一个金刚经，仅仅以四句啊金刚经的四句话，自己能够啊
受持，还能够啊说给人听，这个功德比那个功德更大。第二段，若有三男子三女人，以七宝满耳说，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，以用布施。若三男子三女人，一持经中男子受持四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而出福德胜前福德。这个不过把这个数量啊有加倍再加倍了哈，以恒河沙数的三千大千世界，前面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是恒河沙数的三千大千世界。恒河沙你们知道有多少啊？啊，哦，无量无数啊。第三，若有三男子三女人，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。如果有人一次经中男子受持四句偈等，为他人说啊，祈福甚多。前面是用宝，这个地方是用什么？身体。恒河沙数的身，多少身体啊？是无量无数的身体生命去布施给众生，这个福德不如啊用金刚经受持四偈而再给为人也说，为人说的功德更大。第三，这是第三段了啊。第三个项目，受持读诵演说的功德。如来为法大乘者说，为法最长乘者说，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，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。如是人等即为何当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一段呢是说啊，这部金刚经啊是为啊这个发了大乘心的人说，是发了最上乘心的人说。所以大乘心是菩萨心，最上乘心是无上菩提心。假如这个这样子的经你能够啊受持读诵，而且还有啊这个广为他人演说的话，你这个功德实在是太大了。这个就等于说你已经呢担起了佛的功德了。第二，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，先是罪业即为消灭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在你就能够受持读诵的话呢，你在过去世的罪业啊就能消灭了。为什么？你体会到无我啊，这既然是无我啊，你的冤家债主找到你找不到你啊，你就没有我了嘛。倒过来讲，如果你还有我啊，你就对着你的冤家债主念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受宰相，你还来找我做什么？下边第三，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诸须弥山王如是等七宝具，有人持用布施，若人一次不惹般若蜜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，为他人说，一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。这个呢因为这个地方啊，一个小世界的就有一个须弥山的啊，一个小世界啊又有个须弥山，这个一个日月系统就有一个须弥山，那三千大千世界啊就有多少须弥山呢？ 啊三千个，三个千是不是？三个千多少千呢？ 啊我不知道，你们就去算。拿这些七都是七宝，须弥山都是七宝所成，就拿这些七宝全部去布施，还
怎么样啊？他的功德怎么样？比你呀、啊，受持读诵《金刚经》的只有四句话，还跟他人说，功德比那个更大。大多少呢？没有办法比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算。下边第四条啊，是同样的意思，不过呢，数字又倍了又倍，增加又增加哈。若有人呢，以满二生其世界七宝，持用布施，若有三男子三女人发菩提心者，持一次经乃至十句偈等，受持读诵，为人演说啊，其福甚彼。这个二生其世界七宝，就是无生期是无量无数的，叫做无生期的意思。无量无数，这无生期的意思就是二量无量无数，的世界的七宝拿到来布施的功德，不如什么？不如你受持《金刚经》的四句，乃至于这四句啊，为他人说，那功德更大更大。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哈、啊？这个奇怪啊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？哎，《金刚经》会告诉你，它不是迷信啊。第四条，不受福德就是无量功德，不以为有功德就是有什么？有无量功德。这一段话念一下，这经文啊，若菩萨已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，持用布施，如果有人知一切法无我，得成于忍，此菩萨圣前菩萨所得功德何以故？须菩提，欲诸菩萨不受福德故，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，是故说不受福德。也就是不受福德是无量功德。这个地方有一句话叫得成于忍，这个忍的意思啊，是智慧的意思。有了这样的智慧的人呢，他就不会呀、啊，在做功德之后以为是做了功德。就好像是说我们呢老是赚钱赚钱存银行，我们再也不提它，不把它提出来，一直存进去，一直存进去，到最后啊，那银行里的钱呢、啊、全部都是我的，因为人家都提存进去提出来，存进去提出来，我的钱一直存下去，到最后啊，人家提的款也是我的钱，所以所有的钱都是我的钱。为什么？我没有提他们，没有要他这个钱。如果我要提现款，那存多少算多少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如果只存不提，你存一点点也是无量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为什么对？你存一点点为什么是无量？没有算它嘛，当然是无量嘛。第四项，最后的是结论呢。结论，我们你看看啊，云何为人演说不去一相如如不动？不去一相，不去一相如如不动，那是什么啊？那是说的什么？说的法相呢？还是法性呢？还是法身？我告诉诸位，说的是实相啊，实相无相，法身无身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个法相既然是无相啊，既然是如如不动啊，那怎么能够告诉人呢？怎么能够让人家听懂呢？下边有四句话，很简单，大家都会念的哈，大家念。好得很，我不需要再讲了。一切有为的所有法相都是什么？就好像是如梦如幻如抛如影，是不是啊？又像如
这个露水又像是电光，应该叫这样子的做观察或观想的话呢，就知道了，知道什么？一切相都是假象。听到以上的佛法之后啊，所有的生熟世众，哪里生熟世众啊？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即一切世间的所有护法的善神啊，通通怎么样啊？闻法欢喜，信受奉行，就是你们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诸位先起立回向，回向之后诸位皈依的人留下来，观礼的人留下来，还如果要回家的人怎么样？回家。我们呢非常谢谢法心这次做义工的人呢来护持道场，谢谢诸位大菩萨们。